捡到好玩。哪有啊，你也不捡到好不好，麻烦死。原本我前面选安妮是拿来打雅妮的，那我会玩安妮啊，因为我想试试，每一只都试试看，总是会有一只比较得心应手，就像 AD 一样，每一只都试试看，你才知道哪只会是你专精的。站桩斗士，你说雷之这种的吗？于是我也会玩雷文中路啦，科科。光速 QAQAQ， 对啊，打完队友 QQ， 你不要这样吗？太多人爱你就是多人运动，没关系吧？有三个就不错了，聊天室都没有人爱啊。但是这个阿里的 skin 好像真的蛮好看的。最近很多妹子说需要人陪啊，我跟你讲啦，需要人陪的妹子都没事啊，他不能因为看我眉目就这样，不是我眉目啊哥。你有看到我眉目吗？克雷欧娜会跑线，哇！我居然在铜牌看到辅助跑线，我的妈！这辅助是满分吧？不，这辅助是代打的吧？不是，我的队友怎么脏话一大堆啊？妈，跟谁学的、啊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技能 CD 非常非常的强，强了一整个世纪了。如果每天开坦都是可以。我每天开台，我都是可以坐着聊天，抖抖奶就有钱的话就好了。真的，啊！等一下，太多人了，理性救救我！还有，你没有 Q 到，妈！我那边走位走的这么认真，然后他没有 Q 到，怎样叫型男？就是会打理头发，然后会穿搭，对，这样就叫型男。我想别说身材胖瘦啊，有些男生胖胖，但他真的很会打扮，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觉得，他还蛮有型的。我们被切割战场了，哥哥。等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我CD快好了。你看在那边呛下去，你铜牌还要下去，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整天讲那些咖啡话，然后咖啡话又是哪一国的用词？他现在是年轻人，已经多了什么
他整天在塑胶我啊，什么啊？咖啡话又是哪一个时代？那咖啡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热，为什么咖啡是热色啊？色的英文咖比，干你啊！你不能因为把咖比变咖啡啊！哇，可是其实对面一打会战就开大，所以我们的队友就也很白痴。那边塔里特开大的时候，他们又不往后退，啊，就在那边打无谓的打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看到没？觉得我快可以 carry 起来了，你们再让我等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再等我一下，你们别乱打，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乖一点，乖一点。看我 CS 很多吗？不是蛮正常的吗？对，你们去送头，你们去送头。你们不能让我休息！让我大天！等一下！我要，发出什么呢？全队唯一有用的就这个雷兹啊！那个是废话吗？要不是你们那一群垃圾在那边瞎嘴炮，唯一没有被嘴的就是我了！我快笑死了！哎，我不行了！你先搞清楚，他打小号跟我在这场，你和上路可以让这场变这样，垃圾要承认。他怎么知道我打小号？就是他怎么知道我打小号？Fast and lean. 他们可以不要再吵架了吗？他们这样吵架让我很难受啊。他认为你的雷兹很强，不是这样讲啊，是他们太烂，不是我太强，我的中路真的不强。我是看他们这样子骂来骂去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笑，是不是？我不能笑在表面，心里难受吗？你看到四个雷了，我一个，然后拉远一点，白痴是不是？人家他妈就有无敌，